您刚才太帅了，头儿，您最近一直在咳嗽，前面就是于之堂，要不去找陈医生看看去？哎呀，这医馆正好就在对面，您就去吧。赶紧的，啊，好吧，那你在车上等我。 你好，是你啊？嗯，今天你怎么有空来宇之堂？正巧路过，好像添置了很多新物件，看起来不错。是啊，多亏于老板帮忙，才让我挑下了这么好的店面。位置是不错，就连今天新开业的大兴洋行也选在斜对面的街角上。听到了，早上又是舞狮又是鞭炮的，热闹得很。 那么热闹，就没想着出去看看。不了，你知道的，我喜欢清静一点。怎么了？最近喉咙好像有点不太……坐。来。 张开嘴，好了。江月龙，你最近睡得是不是很晚啊？也不是。